一连传的消息，所以我可以让灵魂这样忠义比虚不将定住心灵，不能动过路。啊吼吼吼！为皇帝这个名将不好将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，我明显的害我心急不安。 就在会稽天官击溃桂红之时，传闻总兵确认会将路，一将大帅军奋起指挥，奋牛回击天官的胸口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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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门总计迅速再战将，危急天官受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能开出我强的极度？免得你，我爷爷被斗了，苏爷爷也在呢。我开中国十个将，不能动。 我即将迅速动手，有定着反恐怖，大陆起起来灾了。危机前关，为天机关后兵。红什么？我想状爱被告你卡成牢。那你是承认自己是外部属，想表现你的忠心义心何处？ 啥会啊？叫我承认是你的社会，不可能！叫我被告你的卡层楼，不可能！你两人虚构领土，要你争取什么命？你这个是不耐不干了！你若这么复兴，我就成全你！不亏啊！我也要靠委屈你，先把你并肩作战。 然后再来混出团结，到底乎在混团结吧？哦，哦，黄门总计将正在摸黑行程，瞬间摸黑两套炮车马上回登，回见黄门总计。黄门总计有备进退。 伸手当胸了，走，可以怎么样呢？起来，活过来，喊，啊，起来吧！我求，为什么喊走？像这种不孝，他咋死死的？有出必有因。 要是想将他弄好，弄清楚再说吧。好吧，谁在你来？反正你是你的孙啊！哼，那就交给你了。你家里处理，我爷爷要回的母家路。哎，你是安怎样走？是看这个所在的风景水势？ 我走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四个将军，从来东营之魂，我背弃弟兄的四个将，我不恨东都。这简单，我来替你背起来。我已经吃过该毒的苦果，要是背不起来。 你背不起来，我表示我也背不起来，我都背给你看。哎，真正真搞怪！哎，多多不公了，你要是想回内蒙古，我为什么要听你？你别叫我回去，我都偏回去。 我为你家保护你到行动自由，我做过想欠你的真情。哈！
温爷爷偏偏爱护你这么尽心，我那想情报目的现在可以将就将你经过登上，不过本爷爷毕竟最集中慷慨，我爱护你这么尽心，在国民境内打败你。哼，你的小子真是好高明，会躲过这条路。